它算是一个双层棉麻的一个上衣背心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啊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它的感觉是，它做了一个微小包袖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它虽然是背心，但是呢，它穿起来有一点点小袖子的感觉。这边呢，利用了非常棒的金属材质作为一个固定扣环，上身的部分我觉得完全不裸露。再来这一件，给大家看一下材质，它的材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，它是有一点点网纱洞洞的感觉，看不清楚，可以看官网的图片。这个蓝色穿起来就只有夏天的感觉，完全是棉麻材质，很害怕皱的人，很懒惰的人，像妞儿这样的，完全不要什么。完全不要就是烫，我觉得我最开心，我最喜欢它的夹扣跟胸围其实都有一定的距离，然后肚围我觉得大家都穿得下，然后它最漂亮的，大家远远的看了我这边，它是一个有点像 U 型的领子，而且它不算是短版的，我举手目前是没有看到我的肚子的，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跟便利的。